激活星星那四个啊，五四三二一，是血。没点名儿。去。去赛。激活星星光柱的四个，准备点名，刷起来。星星光柱啊，就 boss 脚下那个钟的两周一小一，注意，别就抱脚下，抱脚下去一个，别激活那个大的，那个谁？对 ，OK， 打一左一右，近战打，近战打右边，远程打左边的，左脚下。换好条 ，boss 拉月亮 ，boss 拉月亮 ，boss 拉月亮，没走了。OK， 很好，激活月亮的这四个，激活月亮这个四个兄弟 ，boss 屁股下面就有一个啊，正四方形，别看不懂，远尤其是远程往前点儿，那后面那几个站远程一会儿点你们，你能激活到吗？不用就近啊，准备看，去一人一个，对，别，这骑士身后就有，你干嘛穿过来呀、啊？我的妈呀，你不就在那蛋上吗？近战打左，远程打右，没事没事，近战打左远。对呀、啊，他我看他从他的蛋的位置直接斜插过来了，来出去区可以去了。没事，拉回骷髅，这次会激活两个蛋啊！听我讲，那个长琴把熟跟血格都交掉，然后把集结好掉，然后星智看情况链接，来准备三二一交 A 掉 A 小怪，激活最近的这几个，快去头前那个中蛋，快去一个就行啊、哎！很好，激活大蛋，对，十屁股后边都有人 ，OK， 对了。对了，先打远程打头前的威风池塘唐红子宝，远程打头前的近战打身后的，远程打头前的近战打身后的带着 A 断好条啊，断好条，然后拉大饼准备，拉大饼准备，别急，先打掉，打掉的，好 ，OK， 走。拉大让一下，白圈让一下。那边有个小蛋会激活啊，无伤大雅，人群过来 ，boss 马上满能量。人群来大饼光柱站，谢谢。我不管你当时在干嘛，现在来大饼光柱，看大饼光柱最近这四个了吧？嗯，我操，他为什么蛇形走位啊 ？A 小怪断条群拉 ，A 小怪断条群拉，大饼光柱就在大饼光柱站着躲，刷起来。刷起来，唐红刷起来，就激活大饼光柱这四个啊！我再说一遍，就激活大饼光柱的四个，我再说一遍，来点名，去左上角那个，哎，对，好 ，OK， 行，可以的，多好，啊，打中弹，再说一遍，多好，出去再取，别急，可以取了，中弹断好条。OK， 打完之后，拉这个方块光柱，拉方块光柱，再说一遍，方块光柱会激活强化大的加，激活掉中场方块光柱这个小的，拉完方块光柱之后直接去菱形，激活强化的接，大圈出，刷起来，我操！我怎么每次到这儿都消失啊？那咱们就换个方向吧。对，我刚一直看有一个小蜘蛛是卡在中场那里的。给 boss 骑吧。我操！达成了测试目标。我操！赶快写那个 bug report 啊！
哥们儿真要吐了，好吧，就一句话，哥们儿真要吐了。同个时间，同个位置，同个地点，同个消失，我操！倒数了，我你妈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谢谢。激活星星光柱，离第一排最近的四个，观察一下，尤其是近战，你可以起手先观察一下有没有人，没人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最后动，灵性一点，动脑子打。准备点名啊！星星光柱最近的四个，两个中弹，一个小弹，一个大弹，好吧？激活好就行。来点名，有一个小蛋没人，好撞，没事没事没关系，打打打，远程近战转名，可以去了。这大圈有点像莱萨杰斯那坟堡。拉月亮，月亮最近的四个，屁股后面有一个，头前两侧中弹，不要头前两侧中弹加屁股后面的小弹，大和大弹，就这四个，准备点名，兄弟们去，去那个猎人去激活中弹，少了一个，少了一个。等会可能要来把中弹打掉，专门打一下这个。你这中弹优先级最高，你哪怕两个人重合激活中弹都行。A 掉，先就我看一下啊，不能动了。远程听我讲，远程靠往骷髅那边靠，你 boss 就拉这儿别动。近战一会儿把月亮位置能够激活了， boss 别拉这儿别动了，别动 boss 别动，不要再动了。对，远程往中场站，远程找月亮标记过来找我，远程，远程被点激活身后的大怪和中怪，我去投钱，没事，交给我，我把中弹激活了，来近战来打中弹，近战过来 boss 拉过来打中弹，抓紧，远程把后面那个中弹也激活了，远程打后面的中弹，近战，哎，换一下，远程打月亮光柱的中弹，他把 boss 拉过来。远程打后面位置的中弹，然后大弹准备接 ，EK 准备接一下这个大弹，一样还是少了一个，那个没事啊，问题不大。远程转一下，把一回拉走了。哎，我操，我掉下去了，我是为了躲你，我还不如不躲，救我一下，站护我一下。OK， 没事啊，没问题，拉大饼光柱。哎，那个角落那个中弹激活了，狂暴的远程过来打一下，远程过来单打一下，没事了，断好条就行，抓起来，哎，记崩了，我就要告诉你，一切源自于那个猎人，是哪个猎人啊？你，哇，师兄啊，为什么不激活那个中弹？不，这不直接给 gay 了。我在看 W， 看怎么打输入循环，你知道吧？那 W， 死，可以放。那波，说实话，直接 DPS 全部集体下架，全部要单点。S， 还有最后一把的时间，好吧？然后就可以光荣下班了。不要激活错，其实第一轮，其实第二轮就好说，因为第二轮打不完就可以强压 boss 了。我们刚才打最开始过那把，第一轮就其实第三个场地基本上是污染不到，第二个场地消完就过了。刚才那几把。